心脏不适昏倒送医，病情真相出乎意料。60岁男性心脏不舒服，在家里昏倒，以为心脏病急性发作送急诊，心电图啦心脏超音波通通都正常，做电脑断层，在他的左肝看到一个6公分的肿瘤。其实我们的心脏就在横膈的上方，他左边的肝癌就在那边刺激他，所以因为那肝癌吃到横膈，所以他一直觉得他心脏不舒服。今晚10点，东森综合台32频道，医师好辣。